各位好，我是冰子。这周除了各种通常新品以及各种奇怪的联动外，还出现了一个达到六位数的超级贵的元组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周都有哪些资讯吧。基地限定 RG 完美独角兽，售价7700日元，预计2020年8月发售。等等党的大胜利，虽然之前不是没有 RG 完美独角兽，但却是蓝光限定。桌游呢 ？SHF 泽塔奥特曼阿尔法形态，售价3500日元，预计2020年12月发售。详细情报将在8月公开。泽塔自开播以来，因为优秀的制作，大家对它的评价就很不错，而且还因为贾古拉的回归，收获了更高的热度，连它的 SHF 都水涨船高。希望泽塔可以继续保持这样的高水准啊！夏亚专用笔记2021版。售价4400日元，预计2020年11月发售。关于笔记的2020版，在去年我也介绍过，今年的笔记依旧是夏亚专用配色，封面上是一个小小的吉翁和大大的夏亚专用标志。在笔记本中也印刷有夏亚的经典台词和名场景。有了这本笔记，你也可以三倍速度三倍记事，2021年也依旧是算计的一年。与华硕联动高达 WiFi 6电竞路由器，有原组款和红色彗星款，售价分别为1199元和1699元。原组款是经典的蓝黄白配色，印有联邦的标志，不过 LED 彩灯的设计倒是有点像独角兽。红色彗星是红黑配色，印有吉翁的标志，这个在之前的高达机会上已经展示过。怎么说呢？是不是觉得很酷炫呢？我觉得蛮帅的，因为真的不错，可以穿在身上嘛。嗯，好，这就是本周资讯。觉得还不错的话，欢迎一键三连和关注我，也可以加入我的交流群，大家一起聊一聊。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动力啊！我是小小冰子，如果有下期的话，我们下期再见。